最后一组了，温岚的模仿 PK， 姚彪以及天天请出场。Superstar 的魔方大赛最后由徒弟频频对上师傅妖妖，哎，这个师徒对决如何？赶快来看看。今天要模仿的是温岚，温岚，对，真的。哇，今天穿的一个是姑姑，一个是姑姑，子女嘛，子女表演，请姑姑来安静班拿款呢。好，妖妖，你们谁要先上？拼徒弟先好了，徒弟，对，现在是师徒了，好不好？徒弟先。我将要带来是那个温岚的热浪，热浪。Yeah. 徒弟频频选择的是温岚的热浪，他可以跳出马丹金的精神，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吗？赶快来看看。彼此电流交换速度，现在起，用舞步来证明，热浪来袭，心跳加速，别害羞，跟着我一起跳动，让身体找点事做，别害羞，呼吸抓紧节奏，跟着我。哇，难得他唯一我看过他表演是第一次他完全没有失误的。哦，真的吗？之前他都有就是差点跌倒啊滑倒之类的吧，尤其他今天穿高跟鞋，我刚刚一开始就他不会又要滑倒了吧，他刚刚完全没有，而且还开腿并腿这样子蹲下上下这样子，开腿并腿，嗯嗯嗯，这是一个专业的名称，开腿以及并腿。其实他前面那个躺在地上那段其实难度很高，可是他可以做得很轻松。真的很厉害，对。然后温岚的特色最重要就是性感，非常性感。那你的态度有，可是真的可惜在服装上面。你就是姑姑常会穿的，可能我姑姑有穿过吧。